中国八十月，这是一场抢一局啊，抢一局，韩国 BJ 来打八十月，谁赢了谁守擂，谁输了谁罚站啊，不，谁让位。BJ 在目前九八飞这个领域里面，他的实力应该说还是最强的、最稳定的一个选手了。咱们来看这场比赛 ，BJ 能不能拿下八十月？八十月刚才是赢了，连续赢了第五个币了，一币未丢。这个蓝山啊，套到 BJ， 那 BJ 现在克里斯想跑不掉，一直被扔来扔去，现在克里斯要没了，还有一个不之后我再加上一个爆纳。今天晚上看起来八十月的状态非常的好，非常的稳定，跳低对 A 之后确认一个超大伟哥进半边里头，准备下逼追加天地反之后头上红两段啊，接一段了，不接两段了，他这里是给自己多一个修正，那现在接一个蓝之山啊，一波流带走了，兄弟们进板边可以再接。你看这个血量没有，也就是大木狼连到三十连还能打掉这么多血量，晕了。欢迎超宝老妹儿，晚上好。还是现在是一挑三的一个有利局面，而且他的血量还是满血 ，perfect。你觉得这把老八能赢刷一个九，觉得 BJ 能赢大家可以刷一个六，好吧，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家。我们现在给大家带来是拳皇九八飞的比赛直播，绝对有一个币。欢迎超宝，欢迎换头啊，上海阿包包子，晚上好。现在是在板边做起压制，出谢风抢反，用谢风来抢反也是比较有心思的一个连段。这一把大家看到没有，时间已经暂停了，时间不动了。好，重新打得下逼在 A， 猛的葵花两个爪子再接葵花，不接了，直接上大招，这里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血量能够拿到对方。那现在 BJ 放弃了， BJ 提前就让位了。